二十，我娘，哎。我不是刚给你发了位置吗？你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？啊？小彭总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件事，你先不要着急。什么事啊？你这么着急？你那个兄弟小龙啊，拉走了两车货，现在酒卖了，人跑了。啊？你先别急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跟我妈说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妈。你俩在这聊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对，我直接走了，恁该聊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我先走了啊。